尊敬的听众朋友们，圣诞节即将来临。在这个美好的节日里，我想对您说一句温馨的祝福，祝愿您圣诞快乐，幸福满满，快乐多多。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，愿您感受到爱的温暖，感受到友谊的真诚，感受到家的温馨。愿圣诞的气息一直伴随您左右，让幸福和快乐与您相伴。新年快乐！